我的前方20米地方就是知名的淮安府署，门票50块钱，我准备啊进去逛一下，顺便给你们拍这里边大概是什么情况。厉害了，这么多景点，厉害了，淮安，走，门票已经买到了，50块钱，50块钱呀，买不了吃亏，也买不了上当。我们往里走，走，进来了。这个地方呀，看上去非常大。这里晚上是不是还放电影？有好多小凳子在这里。工科，这边是有舞台的，晚上应该是可以坐在这里看节目的，两边都是有的。正堂，感觉这边是升堂用的地方。往里走看一下，中爱。这边啊，应该就是以前升堂的地方。在古代，这种地方官呀，一般是中央选派的，特别是这种知府级别的，一般都是升迁过来当官。然后啊，就会有碰到不懂当地方言的情况，这时候啊，你就得要本地的一些官吏协助你做这些审判之类的活。所以啊，官吏也是不可或缺的。光有青天大老爷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要有干活人才行。这边啊是花园，后花园，环境还是不错的。厉害了，花园。